冰淇淋啊！哎，你们看这些，好多选择哦，好多颜色哦，牛奶啊，竹炭，黑色的竹炭，好特别哦。我要吃火龙果。哎，我也要，我也要火龙果，不错。可以，然后我先点好不好？秋的，没那么容易吃冰的。不然来干嘛？我们要 PK。又买那个。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。来，没错。我们真的想吃冰。好。你说。三千。妈呀！已经掉了三个帽子。哎呀呀，三位看来真的很需要吃冰冷静一下了。这间位在卑南乡的复古冰铺由返乡青年回来接手，店内的冰品都是使用台东在地的水果以及特产制成，保证新鲜好吃。除此之外，还有我最摇摆手做冰淇淋体验，看来这次就是要 PK 这个喽。耶、yeah. ，要比赛喽！ Come on. 但是呢，每个比赛都要一个公正公开的裁判，是的，所以我邀请我的好朋友。你的好朋友是水保局的分局长汪分局长，欢迎、yeah! yeah! 欢迎各位，欢迎各位分局长，谢谢王大哥。我跟你讲，是这一次呢，你要帮我，没问题，偷偷加分。对，一定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对，今天我们是手做摇摆冰淇淋，然后我们今天准备的口味呢，有台东在地的红乌龙跟凤梨。好了之后呢，就是再放一些这个粗盐，它的原理就是用冰块跟盐的原理，然后让冰就是瞬间融，就是结冰，然后变成冰淇淋。好的，扣紧之后就可以开始。可以的，好，各位不要作弊哦，大家开始好不好？开始。加油！你把我的眼睛拿走，把我的眼睛拿走，好，帽子拿走，帽子拿走，把我衣服脱掉。好累了，我们一招吧。哇塞，看老吴使出了吃奶的力气，整整摇了十分钟，真的能够对抗三姐妹的联合攻势拿到冠军吗？我觉得有，这完全就是冰。我觉得有，就是冰淇淋，100%的冰淇淋。你看不会掉。我们看看。原来是果子。没有，有。到，比较一下。等一下，我们看看。没有差很多。差。没有。有。味道最重要，好不好？我们看看味道好不好？味道都一样，比的是成型。耶！我刚刚这么努力，对，所以我输了。不过你的是奶昔，奶昔，这绝对不是冰淇淋的，这是红豆饼的。对，你做错了，不公平。老吴啊，当初可是你自己说要一个人对抗他们三个的，可不能赖皮啊。那我们的赢家出炉喽，恭喜三姐妹可以吃到台东在地口味的冰淇淋总会。是给我一口吗？一点点就好了，今天没有问题的，我们台东人最善良了，只要有参加，我们一定会有奖品给他的。谢谢你，来吧，
亲爱的吴凤，这是你的奖品，开心吗？哇塞，谢谢你。啊，是啊，你没有错啊，你学土耳其人。我不是学土耳其人。局长，干杯！干杯！我讨厌土耳其人。哈哈，总是被土耳其冰淇淋耍得团团转，终于有机会换我们把土耳其人耍得团团转了吧。这手工制作的火龙果冰淇淋以及各式水果冰淇淋实在太美味了，夏日一定要来消暑一下。